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姑娘，不好意思啊，兄弟睡着了。咋不睡死你呢？呀，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神经病。真可怜，这年代要饭的不一样，天冷了，早点回家吧。谢谢哥。好，我偷了十年，你是我见过最特殊的同行。我也有了家，从当初的谁是你同行？我虽然有一只脏手，但是我一颗善心。呸！这世界哪没有什么善心不善心？哥们儿，包掉了。真正男子汉。绝不会把头轻易低下，真正男子汉就算有泪不轻易的擦，真正男子汉最后会在泥泞中。手脏不是病，心脏才致命。我不是什么好人，可我却不坏。